福利，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出来自己去闯一闯，这个是当时我的初衷。我们公司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帮澳门企业去申请各种各样的补助。然后大家平时生活中应该都听到过和牛 Wagyu 这个东西，那么究竟什么是 Wagyu 呢？